浙江的一位粉丝宝妈想为孩子挑选一只小体比熊，要求狗狗眼睛圆、长相甜、毛量还要好。我在犬舍找了一圈之后呀，发现美容师手里这个正在修剪的小比熊特别符合他的要求。这个小家伙呢也快修剪好了，我们赶紧视频连线给粉丝朋友看一下吧。来看一下，你看看到没，可甜了，毛还雪白，你看，嗯，好看不宝贝？好看。嗯，你看眼睛可大了，毛雪白。来看一下体型，你看只有巴掌大。好，超好。嗯，毛雪白雪白的。对，你看像个小球球一样，三层被毛，是不是可好了？嗯，体型看看可小了。我再给你看看它的状态，你看小尾巴，你小尾巴摇得可开心了，知道自己要去新家了，可能是。是的。你爱小狗狗宝贝是吧？哎呀，还不让抓了，我再给你看看状态哈，姐，来看一下，超级粘人，来吧，宝贝。哎呀，过来，再给你看下正脸啊，姐。嗯，看看，可甜了，是不是？小鼻头，大眼睛。呀，小手扒拉我，你看，像个孩子一样哈。嗯，可爱吧？那就它吧。好嘞，姐，那我安排发货了哈。恭喜小可爱落户浙江东阳啦！准备出发去幸福吧。整个地球抓住你的眼神，最最可爱。